国父混子笨，鲁在一杠十。不是啊，说谁呢？那是以前好吧？现在的我很厉害 ，OK。新赛季重返就得带上顾里哥哥，那就换上本命伽罗吧。手长腿长，攻击距离长，哎，果然长就是好。哎，顾里哥哥怎么不打他？这么好的机会，这难道他在等打野干克？哇，假的吧，顾里哥哥？没事儿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顾里哥哥怎么去中路了呀？你上来呀，我的辅助怎么能跟别人跑了？上路带线推塔，等他们一来人就让顾里哥哥过呀。哦，快快快，众位帮我勾一下。钟馗勾引一下。我他妈心态崩了呀。什么鬼？是时候刷经济去霸全场了。惹你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就这？来来来，上路团一下，这个百里必须死。装备成型了，我的伽罗现在就像移动的防御塔，稳的要命。不相信啊？哼！这十三个助攻嘛，我也是贯彻了佛家理念，不杀生。唉，今天又是完美的躺了一天啊。